现在我们现场的线上都在等待他的到来，掌声欢迎我们欢迎幸福家品牌的主人陈碧。有请陈碧。你好，陈碧小姐，来，你好，现场的现场。就八八双响，八双双响，朋友们，我们对手的金规则：三二一，后面那一位，后面那一位，就是拿着粉色手机的那一位，好像是。来，就是主持人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就是他，来来来，对对对，就是现在聊的，哎，这位朋友来，请问每天用手接触次数最多的地方是哪里？每天都打开手机看成毅。你确定是这个答案吗？确定哈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答案并不正确，但是鉴于你得到了全场的掌声，这个鉴定要送给你。你的厉害。对，但是其实我们要跟大家科普的是，这些里面我们每天接触的最多的是。